东方青苍到底在哪儿？小兰花，你快说出来！你不说的话，命都没有了。真身不明，想来是月族的奸细。我不是月族，我不是奸细，我不知道。那东方青苍的业火为何会护你？ 真的，本座的人，你们也敢动？ 你骗我！本座从未骗你。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有我在，谁都伤不了你。
谁敢阻拦本座，本座便荡平水一天，杀光所有人。3万年前封印之耻，苍岩海被欺压之仇，本座必将悉数奉还。